一个小瓜皮，跪下开挂是吧？兰博成功出现，兰博像往常一样开局跳伞，下一秒在空中就开始刷屏了。枪声过后，电梯结束。这个都中吗？有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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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刷屏了。兰博被吓得不敢动了，在地下瑟瑟发抖，但还是无法避免回头抢劫。之后也是开启了逃亡之路，害怕的抖口吃了。大哥，大哥别打我，大哥，我没搞你，大哥，我没。大哥别打我，大哥。我是大哥干了多了了，我就。大哥别打我呀，我可没说你哦，你哦。谁说的呢？大哥我真惹不起啊，那个真惹不起啊，我真惹不起，我要跑了。哇，这么多车！什么七九八九的，我怕什么呀？之后也是大言不惭，叫嚣大哥。啊，我跟你说哈，那个怪要是打我哈，我现在立马还进去给瓜子，把你后封了他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别打我哈。上次那个谁要打我，我立马就叫瓜子把他封了。兄弟。二号队友七九被大哥制裁了，能救吗？救屁救！小心点，我去，跳着打你的，能救吗？救啥救？赶紧投诉他，赶紧投诉他！我干嘛？他又没打我，我先投诉他干嘛？我没事找事啊，我才不惹他。杀毒了，兰博开始开船进去。没事，上来上来了。大哥一梭子打炸了船，兰博打开全部麦都要。大哥。大哥，过来聊会天。大哥，不打好不好？大哥不打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大哥，不打。大哥，上来。大哥，你我叫你来，我带你带进去。你干嘛要狙击我呀？一个小瓜皮，跪下，开挂是吧？给我低下脸。记住现在嚣张的表情。